也没有瘦，也没有收了下来，肚子又大。那这什么玩意儿又来了？那120.2磅。那你原来体重多少？原来129.8磅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原来的120。怎么可能呢？瘦那么多，我裤子在被人家也没瘦。裤子哪也没瘦啊，瘦裤子一样的，瘦了九磅，哪有那样子啊？瘦九磅还得了？129.8，现在是120.2，瘦了9.6磅啊！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我减了一个多月。那些客人老是说自己瘦要说没瘦，体、脂肪也瘦了，你说我这个水分也很够，那一袋脂肪只有4。我起码有一个多月都没吃了，肌肉量91.8，早就停了，就吃了一个月了，你就吃一个月就停了，就你就瘦了9.8磅啊！你想怎么样？啊，吃了一个月瘦了9.8磅，想怎么样？没瘦啊！现在你觉得还没达标？真是哎！现在觉得肚子，现在肚子也不肥啊！你看，这肚子也瘦了好多了。减肚子的。就减肚子啊！肚子瘦了好多。那个肚难道要那个？你要喝奶昔的，不喝奶昔。